你若怪，怪我即使。你们姐妹三人走至今日这步，并非燕燕之错。只愿你不要怨燕燕。我没资格责怪燕燕，都怪我自己。 早就发现吴谷里有点不对劲，可总是抱着侥幸心理，希望可以劝他回心转意，所以才迟迟没能下决心带他回北方。你要回北方？我已经看腻了争权夺利的事情，况且上京也没有我的家，是时候离开。 顾里离世，此事对燕燕打击甚大。你若此时离开，你让她如何自处？燕燕现在是高高在上的皇太后，教育皱眉都有太多人去关心的，又怎么会少我一个？韩德让，你只看到了燕燕的痛苦。 我的痛苦又有谁能看到？福慧，今日你来也好，这个是我陈情回北方的奏表，麻烦你帮我交给太后。 臣之亲进去，亲孤一人，与上京无家。且闻北地不敬，臣自请镇守北疆，与国尽忠，保境西宁。愿以臣之力，护大辽一片肃静。萧胡年。 于上京无家，大姐这是不认我这个妹妹了吗？太后，皇太妃心意已决，况且北方的确有异动，暂时让她离开上京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待过几年，她心结解开，再将她召回吧。 我宁愿他一直在颜萨格的府邸待着，待到他高兴为止，好歹也是在上京的同一片天空下。那你是想强留皇太妃吗？罢了。 太后万安，大姐，快请起。大姐执意要去北方，我拦不住你。
但是战场上刀枪无眼，你一定要保重身体。在这个世上，我就只有你一个姐姐了。太后，你也要多保重。